我的表哥还是他的表哥？你看他瘦子，可以啊。那还有我喜欢超出。还没遇过、啊，还没，我说还没遇过喜欢球员的，对，一点半侣，对啊，单身，对啊，哦，哦，那他有没有说他这个爆肝软的？他也很软啊，哦，很软的，哈哈哈哈哈哈。大家好，我是杨成翰。大家好，我是辅仁大学肖淑玉。大家好，我是辅仁大学钟伟杰。没有想到没有讲辅仁大学，人家不知道我哪里。辅大杨成翰，第一次跟暧昧对象见面的时候，你会请客还是 AA 制？第一次哦，对，第一次，他们请包，合理合理。你要选啊，我选，我说一二三，那请，然后来一二三，可以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嗯，可以。所以全部都是请客，是不是？理所当然吗？对吗？你觉得为什么一定要请客？就这是他第一次，第一次哦、喔，这样请比较 man 一点。之后就自己协调一下。哎，之后你也是因为觉得第一次就要没有开心就请客。好有。第二题，吵架的时候，A 就算在公共场合也会吵 ，B 忍住回家才吵。一二三，我要禁止他们举中间那个东西。真的、啊。很少吵架，我会在当下就是摆出个性，我会再回家，或者私底下会自己化解。你说摆出这个表情，生气就是不开不爽的不爽的、啊。那请对镜头摆出一下，一二三，没有没有。看严重性，然后再讲。对你来说，什么事情以前都是可以回家再吵的？如果你在路上。发现另外一半跟别的异性牵手，会 A 直接干上去，是 B 回家再说。好，一二三，直接上去揍，吃拳头，先揍，先讲话。揍女的，揍男的，上去的时候发现是表哥呢？你说真的表哥吗？哦，表哥，我的表哥还是他的表哥？他的表哥。嗯哦如果另外一半要求你删掉所有异性的联络方式 ，A 听他的 ，B 管他的，所有异性哦，就比如说你可能国小青梅竹马什么很好的都会听他的吗？嗯，听，不会管他的，很坏哦。那你觉得他们是真的 A 吗？还是偷偷有假 A 啊？假 A 啊？什么假的？真 A？ 他不会好不好？不会啊，不会啊。他有另外一只手机啊，偷偷。分手就没朋友。傻傻的，那你呢？你为什么都不听他？如果和一群男生跟女生朋友出去吃饭的时候 ，A 会主动报备有女生在 ，B 只会说有朋友要一起出去吃。好，一二三，你在想你自己有没有报备？是不是？对、啊。那你都有是不是？有时候没有，算中立了。你是不是超乖的啦？有、哦，真的、哦，真的、哦，我觉得你是一百分男朋友。但是我也是，99，真的、啊，你都有，99，差一分在哪？差，还有几分？这样才有进步的空间啊！哦，这样才有进步的空间。对啊，你现在满分就没法进步。你可以120分。不行了，超标。有喜欢的人的时候 ，A 会主动告白 ，B 默默等待。一二三。哦，现在的女朋友是主动追来的吗？对、啊，他不能主动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没有说我喜欢你，要不要跟我在一起？还是你不会讲暧昧的讲行动，怎样行动？就不会用嘴巴讲，就做出来，先做再说。学长这样对吗？已经和朋友约好吃饭，但另外一半突然打电话跟你说：“哎、欸，我想看电影。”你会 A 去看电影，还是 B 吃饭？那先吃饭再看电影。电影时间跟吃饭时间是一样，可是就只有那一场，只剩那一场，怎么办？这就是信用问题，其实。先吃饭。吃饭。吃饭。约大一点了啊，那是先答应。是约什么？是约看电影还是约吃饭？应该是 A 哦、喔。A 是吃饭不是吗 ？B 的。B 啊 B 啊 B 啊。女朋友看电影可以明天再看。啊的话就一定只剩下这一场，就今天就是最后一天的最后一场，怎么办？那就吃饭，一起吃饭，走。好了怎么办？好啦好啦，不为人。不要逼他。发现
现自己是小王的时候 ，A 马上分手 ，B 我就喜欢，你选 B 哦。你看我在游戏里面。有人会觉得喜欢吗？这是肯定马上分手，是不是？对，住啊，住。或是你现在的女朋友，走吧。你想交交吗？骗骗那么久哎、欸。对啊。不要问我。不管你配。愿意把自己趴交给对方，就如果我自己100%。哦，没事，继续。好，钱哦。我也是钱。钱会给多少？多少？100会给多少？100，五十。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哎，你干嘛偷看人家？参考答案怎样？50%，3，偷看人家50%，60%。哈哈哈哈哈！我就没什么主见，天秤座比较配合。真的，我们三个都天秤座。天秤座不是被人家说是渣男吗？就是你看星座都看得他。那你刚好是天秤座好的那个。我们三个都是。OK， 非常配合。自己是容易吃醋的人吗 ？A 是 ，B 是不是？不好吃。对。觉得我吃醋的点都蛮正常。就是他喜欢吃谁之类的，男生就是一些艺人之类的，我没办法接受。哎、欸，我讨厌杨丞琳，不行。也不行。你会把他杀掉？那我呢？你不会把他杀掉，就是小吃啊。我呢？你会跟他吵这件事情？不会吵，就是他会知道我在吃醋。你只要吃醋。你要白脸，不要气，不要为难我。三年。那你能吃什么醋？就一样，求人吧。欣赏也不行。欣赏是还行的。啊，你呢？吃饱为什么？他如果喜欢什么周杰伦，你不行。可以啊，就可以。啊，他如果喜欢罗志祥，就不行。你看什么？可以啊。瘦子，可以啊。那他如果喜欢超叔，可以。还没遇过啊。我说还没遇过喜欢球员的，对。好朋友如果有喝醉，然后对你有亲密接触，你会 A 闪开推开，还是 B 好朋友就是朋友没关系 ？B。A 是什么？不行吗？他每次都先举自己心里想，没有成立，被抓到了，抓到。这时候没有伴侣的状况下，不行伴侣，对啊，单身，对啊，哦，哈哈哈哈哈，都怎么了呀？啊，单身就没差，明天很尴尬，醒来就很尴尬。他自己过来，我不要干嘛？请简述理想型的种类。有稳定的工作。哎、欸，不是叫你们真的在挑、欸，就是写下来。你是1到2什么意思？年龄啊，年龄啊。哦，差距1到2。对。正负吗？对。然后身高是160以上。差距1到3岁，脾气好。对。要比你好。脾气超好哎、欸。对，要比你好吗？应该没办法。你可以差4岁的。没有啊，我大4岁，没办法。大眼是怎样多低？就眼睛是大。那觉得自己的恋爱底线是什么？跟男生聊天，故意不让我知道。不要我他跟我在那个怎么讲？他跟我在。你先换阿姐，先换阿姐。好。我怎么讲啊？啊，你叫他先讲，然后你又一直想讲。不能在这么多人面前酸我。我有中，有中，就是有酸。他们两个我都有。你都有中，对啊，很多点的、啊，对啊，跟朋友出去吃饭的时候，就不要摆脸色。如果伴侣有亲密的异性好友，就可能像青梅竹马，普遍心态如何调整？我可以改不接受。等一下，他有人没办法，就朋友也不能干嘛。那如果难过找他喝酒，然后抱他这样子，那你抱我一下。啊？什么？他那男的抱你？对啊。那他有没有说他那个抱软软的？他也很软啊。软软的。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还有开启小铃铛。中立哦。哦，他们在听。有我在听，我在听。爱你的人，就是对你会比较好。可是你爱的人，他不一定会对你比较好。对，你要付出更多，他才会接受。本安对暧昧对象来说很重要，对另一半或者是基本很重要，很重要。早安也是很重要，每天都会说吧。